就是他们是看就是 OK。喂，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两个人跟你们介绍一下 CMS。这位是高能所的王泽炳同学。他在这儿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工作多长时间了？我去年十月份过来，待了快大半年了。大半年。我是在这儿来来回回跑。最早的时候我是从94年开始在 CMS 工作。在这边那个就是北京和这儿来回跑啊，反正是CMS 从没造成之前一直到现在在底下收数据，明天再过几天啊，再过四天就是黑玻色子发现10周年的纪念大会啊，我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了，觉得非常幸运啊，能参加这么一个过程。今天就跟大家讲讲这个 CMS 是两个发现黑玻色子的实验之一，然后呢，它是实际上它是怎么一个状况啊？然后呢，我可是很可惜，现在大型量子对撞机正在准备，也是7月4号，这下礼拜有两件重要的事儿，一件事呢，黑玻色子发现10周年的那个庆祝会，庆祝报告会吧。第二个呢是7月5号。大型量子对撞机要开始第三次叫 run three 第三次运行，第一次每次运行有若干年，但是这次是能量最高的，第一次是每个速流3.5个TeV 左右，第二个是6.5个TeV， 现在是6.8几，反正是世界上最高的能量，将从7月5号开始啊，这是所以那个我们。因为这个准备实验，所以那个大型量子对撞机虽然没对撞，但是开始运行。一运行以后，所有的地下设施呢都要给封，就是没有人可以进去。所以呢，我们没法上次多少年多少个月以前，2年以前那会儿，整个大型量子对撞机在检修，那次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也是 virtual visit。我们就下到可以看到 detector 非常近，而且可以摸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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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但是现在这些事儿都做不到了，我们可以下到100米下，但是只能到另外一个地下大厅，不是那个detector 地下大厅所以呢现在状况就这样。钱老师解释得很清楚了，对对对，没什么其他要讲的事。那我们现在就讲 ，We can start to show this. OK， 那你拿着，我拿着这儿，我拿两个。对，那您直接。现在我们就看那一个是大的，那个照片，这个照片是1:1的照片。1:1的照片就是。整个探测器呢CMS 探测器是一个圆筒型的一个速流呢从中间往进，一个速流从出来，然后呢对撞呢是在中间然后呢这个探测器呢直径是15米，长是28米，总重量是14000吨这个探测器呢是四个大型量子对撞机上有四个探测器，这是两个通用探测器之一。通用探测器就是指这个 ATLAS 和 CMS 呢可以做任何很多研究很多项目，就是物理题目可能超过100个不同的物理题目那个，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呢是发现和探测黑玻色子。另外两个是不是通用的，是比较特殊的，专门某些题目可以做得更精细。这两个探测器之间呢，那个做的事情一样呢，但是非常从很多其他方面的构造和大小、重量都差很多。比如这个CMS 是15米直径 ，ATLAS 更大，25米。CMS 28米长，ATLAS 是43米长。CMS 是比ATLAS 小3倍，但是呢，
它比那个，它比阿特斯重一倍，阿特斯是7000吨，这是14000吨，因为我们用了很多铁钢铁作为它的那个磁的回路所以那个因为钢铁非常重，所以它就小而重，这个小而重，在这个在英文呢中呢有一个词儿叫做 compact。CMS 的第一个字母 C 呢，就是standing as 就是compact 的意思 ，compact 就是小而重，然后呢，这个探测器上呢，我希望能扼要解释一下这个探测器是干嘛使的。探测器呢，主要就是两个素流对撞，就是两团质子素。对撞以后，每一次对撞呢，产生很多很多碎片，然后探测器的目的和作用呢，就是要鉴别那些碎片，看他们是都是什么粒子，也运行有多快，速度有多少，能量有多少，他们的是电荷是正还是负还是中性等等，把这些信息呢，储存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再从计算机里调出来，用很多很多计算机，我们试图就是把那所有那些碎片往回推，推回到对撞点，去看那个对撞是发生什么。这就是探测器的目的和作用，同时也是我们做粒子物理的方法然后呢这上呢有很多很多部件大概是成万几十万上甚至上百万的部件，把它所有的部件都可以分成四个基本的大的子系统最大的一个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看见吗，就这个大圈，这是一个最大的单个的部件，这个部件呢叫做 solenoid 就是螺旋管磁铁，螺旋管磁铁。这个 CMS 的 S 呢就是standing as 螺旋管磁铁。为什么他把这个螺旋管磁铁作为名字呢？因为这个螺旋管磁铁不是一般的，而是不是由铜线造的螺旋管，不是螺旋管是这么转，然后那个中间产生非常强的磁铁。但是这个平常我们在其他物理实验室和其他的工业系统那个螺旋管磁铁都是铜线做的，但是它不是，它是这个由超导导线做的。超导呢，超导导线就是成分就是 niobium titanium 是niobium 是怎么说，钛合金，不是钛titanium 是钛吗？不是钛，反正哪我变台台你们，你们查查中文怎么说，我忘了。当时我正问一下，你说那个大圈全部都磁铁，会这么会就它的站的那直径这么大吗？对，就是这一段圈全是磁铁所以它特别明显，特别significant， 特别那个显要而且是我因为是超导，所以我们又把这一段。那个要给它冷却到负271度，而且不是冷却，而且要冷却很多个月，一直保持冷却。这个磁铁有多大呢？直径是7米，长度是13米。从那个大小角度来说呢，这个螺旋管磁铁是世界上最大的。超导螺旋管磁铁就是 the largest superconducting solenoid magnet in the whole world， 是世界上最大的，因为这个特别 so significant， 所以呢CMS 把这个 S 把这个螺旋管磁铁放在它的名字里头。 C is standing as 紧凑，因为它比阿特斯小3倍，但是重两倍，但是那个 S 呢，就是 solenoid， 螺旋管磁铁，它是因为它是世界上
个头最大的超导的螺旋管磁铁啊，这是所以这个名字是从这儿来的啊。然后呢这个磁铁是干嘛使的呢？磁铁主要的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呢对撞以后产生很多碎片这些碎片上百甚至上千个碎片，这里头有一半大约一半是那个带电的，一半是中性的。如果没有磁铁，所有的粒子都走同样的路径，都是直线，而且是混合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哪个是带电哪个是不带电。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磁铁给开开啊，然后呢在磁场里头，带电的粒子就该转弯，中性粒子就是仍然走直线。这样的话呢，用磁铁就可以把带电粒子和中性粒子分开。然后呢实际上在带电粒子在磁场里边，假设磁场是这么走，假设磁场这么走，中性粒子呢仍然走那个直线，但是带电粒子呢在磁场里头呢就要走一个螺旋线啊，磁场这么走它走螺旋线。然后我们看两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圆，这圆的大小呢和那个圆的大小和速度和带电粒子速度有关。快速粒子呢带电粒子绕一大圈，慢速粒子呢绕一小圈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方法量这个圈的直径呢，半径或者直径呢，我们就能知道带电粒子的速度。怎么做呢？innermost part 最里边小这一小段是那个叫做井基探测器。井基探测器呢一般都是有很多很多层的那个sensitive material 啊，就是那个非常敏感的，就是材料造成。当带电粒子通过这些一层一层的时候，每一层就得到一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信号呢连起来，用计算机连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段那个圆圈这个圆，而不是整个圆，都是一段圆。通过这一段圆呢，我们就可以量这个这个圆的半径，同时我们就知道了带电粒子的速度。So, 通过磁铁再加上井基探测器呢，我们就可以量带电粒子的速度和动量是proportional 的那什么。但是呢我说了对撞以后呢有几成千上万个，不是几百上千个碎片出来，每次对撞。然后呢一次对撞，我说一个粒子和一次粒子对撞啊。然后呢除了有带电粒子呢还有中性粒子。中性粒子呢这个井基探测器看不见，它只能看带电粒子。这样的话怎么来，我们还得想用其他方法来测量中性粒子。我们怎么做呢？就是在带电粒子和不是那个井基探测器和这个和这个磁铁之间呢有很多器件，这些器件叫做量能器，有不同的量不同的粒子的能量，有用晶体量的，还有用其他方式量的。量这个不光这个量能器呢是量不光是带电粒子，不光是中性粒子，带电粒子的能量也可以量。所以呢就是这么三个基本的那个子探测器，磁铁，井基探测器，量能器。但是除大部分那个对撞以后成百上千个粒子出来以后呢，90%以上的粒子呢是就停在这里边了。它因为这里边都很重，就是出不去了，就被这些器件吸收了。只有一种粒子不一样，这种粒子呢叫做缪子。缪子和其他的很多粒子不一样呢，主要的是缪子有很强很强的穿透能力，
如果我们有一大堆一个大的一个大的金属或者大的那个混凝土什么大的东西大的一块其他的粒子呢基本上就被这个大东西给挡住就被吸收了，只有缪子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穿过去。缪子并不很多也对撞以后成百上百个碎片出来，缪子的那个缪子的数量只占1-3%，非常少。缪子很少，但是非常有用，非常有意思。因为好多不知道的新粒子或者是新的 physics 的过程，最后都 decay 很容易decay 就是衰变到缪子。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黑克斯波桑，我们发现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衰变道，但是最明显和最那个significant 的那个最清楚的那个一个衰变道呢，就是一个黑克斯波桑黑克斯波桑子 decay to 四个缪昂当然它还有其他的 decay 模式，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四个缪昂在那儿呢，我这就有可能是黑克斯波桑子。所以即使缪昂数量很少，只占1-3%，我们不愿意丢掉任何缪昂，所以我们建造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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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昂 chamber， 在这个红的是叫 yoke 怎么说呀？那个就是一个磁铁，它有一个磁铁回来的那个磁铁，恶铁，就是它有恶铁要把磁场给转回来。我们中间的磁铁是这样，然后它要那个磁力线要通过恶铁呢，回来。当然，它也可以通过空气回来。那个谁就是空气的，阿特勒斯就是空气做的恶铁。那个这个呢，我们用那个这个黑的，这个红的是恶铁，在恶铁之间，这都是那个缪子探测器缪子探测器。缪子探测器我们有很多很多，除了这个 Barrow 以外呢，还有那个两个那个叫 endcap 是端盖啊，端盖呢也有三个大的端盖的那个缪子探测器。所以如果把缪子探测器都铺在表面上呢，有好几个篮球场或者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这四个子系统，是一个是磁场景级探测器、量能器和缪子探测器，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对任何粒子探测器都非常重要的，所以是最基本的四个系统。虽然有将近10个或者是比10个多或者比20个少的各种各样的探测器，有不同的，非常不一样，有的很小，有的很大，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那个材料，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探测器，每一个探测器不管大小，什么那个重轻重，每一个探测器至少要有这四个基本的那个子系统。当然它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测量能量，测量什么，测量那个测量速度，测量那个缪昂。行，大概这些就是讲这个探测器，主要有这么四个系统，但是最重要的系统是，不是最大的单个系统，就是这个磁场，不是磁铁，所以它把 CMS 第一个 C 是紧凑，因为它小众 ，M 是缪昂，因为我们特别强调，不能丢掉和精确测量每一个缪昂，不管它多少，只占2-3%，我们不丢掉。然后 S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超导螺旋管磁铁，有问题吗？哎，我问小问题啊，这个钱老师，这个上面画那些图里面那个 S， 就是你扭曲的那个线是什么的？是散热管吗？还是什么？你再说一遍 ，S 怎么了？就是上面贴的类似于那个就是折来回折的那个线是什么？就是每个扇区都有好多的，看到红色上面贴一个那个白白的一个。哦，这个这是冷却系统啊，这些地方都得需要冷却啊，冷却它就用那个冷却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那个这里头各种各样的线很多，上百公里的各种线和水，
那个这些都是咪旺系统。也这有一点值得说的是，中国组高能所和北京大学，过去20年做的主要贡献就是参与这些MIWANG，一部分MIWANG的探测器的组装和建造和维护和最后数据分析，这是MIWANG，我们参加的主要工作是MIWANG。好，谢谢。大家看这个探测器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哦，行，那个。哦，再说一下，这个大厅怎么能照这个大厅？Can we show this big construction hall? Can we show the? No, no. OK， 那我也可以再简单，这个大探测器呢是在这个大厅里面造了，这是地面上大厅啊，造了有将近10年左右。但是这个探测器造好了以后呢，它把它分成了11个大块。在筒部呢有五个圈儿，然后那个端盖呢有每个端盖有3个大盖儿啊，然后呢这个每一大块都重1000多吨，最重的一块是中间那块，因为 solenoid 那个螺旋管探测器呢是螺旋管磁场是安在中间那个环上，那个是重2000吨，然后呢我们就得把这11大块呢超过1000吨的。OK 钱老师你去哪儿了？那就是有钱老师由另一个导游带着，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带我们逛一下其他地方，然后也有可能下到地下，不知道现在具体什么情况。好，然后对，然后现在钱老师在做准备。对，好，然后对，然后那现在就是由我接着为大家，就是在钱老师准备的期间，就是接着替钱老师讲解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话，钱老师之前也讲了，主要是有关 MUSE 那块的，然后所以说我可以接着钱老师多讲一下 MUSE 这块。然后就跟钱老师之前说嘛，我们是有一个筒部和端盖两部分的，然后我们筒部的MUSE 探测器的话，我们叫它那个 DT， 叫 Drift Tumor， 就是一种漂移矢。然后我们端盖的话用的是 CSC， 是一个 Castle Strip Chamber， 然后也是我目前参与的一项工作吧，就是它是一种阴极条形漂移矢。对，然后它我可以更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就是端盖这部分的话，它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漂移矢的话是中间充满了气体，然后我们有阳极丝还有我们的阴极板，然后当一个粒子打过来的时候，它可以在气体中发生电离，然后我们的正电子就要往阴极板漂移，然后正离子要往阴极板漂移，然后我们产生的电子呢，电离出来的电子呢就要往阳极丝漂移。对，然后我们的CSC 的话，它就是把我们的阳极板的话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条状。这为什么要分成条状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在我们收集阳离子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定位这个阳离子，就是看就是给阳离子一个它电离出离子的一个强度的一个分布，然后从而我们可以更好的。比方说可以用一个高斯来拟合我们每一个条形板收集到的数据，然后可以得到它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位置。否则如果我们只用一整块阴极板的话，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整个板子的这么一个粗略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为了得到更精确的MUSE 的这么一个位置信息呢，我们在那个端盖用了这种条形的那个阴极板。对，然后然后至于为什么我们在筒部和端盖用两种不同的探测器呢？啊，对，当然了，中间还有我们那个中间的那个 DT 和 CSC 中间还会穿插的一些 RPC。对，就是当然 RPC 的数量相比于 DT 和 CSC 来说是比较少的。然后它会中间穿，比方说像在端盖的话，它在我们端盖大概有就是正面和负面大概有4个 station， 就是每一个 station 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圆，然后我们最后就是四个 station 就是合在一起，相当于有四层的 CSE 探测器，然后中间每一层中间呢，我们会穿插一些RPC， 对，然后后面我们等我们 round three 升级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 IRPC， 就是添加到我们这个 CSE， 应该是在 station one， 就是最里面那一层，然后对。然后刚刚说到就是为什么选用两种不同的探测器的话，也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就是抗辐照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两束粒子它对撞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前冲的一个能量，对，就是我们会就是我们模拟探测器受到的辐照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在前冲方向上，我们的受到辐照要比筒部就是中间那块要大很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使用那个 CSC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端盖处的一个MUSE 探测器，对，然后就因为我自己的话是也在除了在做 CSC 的工作的话，也在做一点物理分析的工作嘛，然后我的物理分析模态大概是两个氢子加上两个光子。对，这个是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个三维模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行吗？啊，哥，秦老师，但是我看不到您的那个，就是摄像机好像还对着原来的照片。He said, "It still talks." Now you can see the， 你可以看到3D 的模型吗？没有，还是也看不到。我看到那个王同学的照片，现在看到王同学。啊，我这边电脑是可以看到钱老师的摄像头，你们那边看不到吗？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还是能看到你了。看到了吗？对，是多哦，是多个摄像头，多个摄像。哦，看到了，看到了。哦 ，OK， 看到了。啊，这是一个稍微远一点，little further， right？little further， little further， yeah， 这个就是3D 的模型，一个3D 的模型，听得见吗？听得见。好，听得见。这个 3D 模型是比真大的模型1:15啊，真的模型，真的探测器是15，比这个大15倍，但是它用一些灯光来显示不同的部件，刚才说的四大部件都可以看到，比如两个束流，一个束流是从这儿进，一个束流是从那儿进，质子这儿就在那儿，the beam is running， 那 collision 就是对撞是在那儿。然后呢，我说世界上最大的 super 超导螺旋管磁铁，这世界上最从个头来说是最大的。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都是 tracking。在警戒探测器都在最里边警戒探测器，然后这个是这些呢都是量能器，这些都是量能器，然后最后呢就是缪昂都在后头，所以呢你都可以看到它这儿还有一个 button， 就是告诉你那个什么样的探测器探测什么粒子。所有的其他粒子呢都在里边，都在里边就是磁铁的里边做各种各样的探测能量啊，磁铁只有一种探测是一种粒子，缪昂可以从里边一直走到外头，其他的粒子都停在里边了，只有缪昂可以走到外边的。你会看到这个缪昂的景地是看到了吗？看到了，挺清楚的。对 ，Muon 的CMS 的这个Muon 的景地呢，有一个特点，你看它不是圆形，而是一个 S 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磁场里边和磁场外头的磁场方向不一样，磁场里边是一个方向，磁场外边这个恶铁呢，它是相反的方向。所以它从里头是往一个方向出来以后是另外一个方向，一个 S 型。所以你要看那个 CMS 的 logo， Do we have a CMS logo？ 地上就有。
Siemens logo， Siemens logo 就是一个 S 型，明王是在一个 S 型。行，再有一个就是说 CMS 是一个大的 collaboration， 3000到4000人从40多个国家几千个200多个单位来组成这么一大的合作组，这个横跨全世界的各个区域，最西边的是美国的洛杉矶，走在这是时区，最后走到新西兰的奥克兰，所以中间差了21个时区啊。这堵墙呢，就是很多那个谁 CMS 合作组的成员每个人一个相片。如果我们走的远点，你可以看到三个大的背景的 S， this big this is CMS 三个什么。If you want to see someone special, this one is my colleague who is helping the what of me. This person， 这是我正在跟你们讲。OK。From here or from there? From here. 这个是我们要进行，要经过很多那个现在还能听见吗？可以听见。那个这是典型的那个入门安全系统。我们进去啊，要经过眼睛的那个扫描器，要扫描眼睛，那个你不能眨眼，不能那个晃动，那个扫描器呢读你眼睛里的信息。然后成功鉴别以后，你才能那个开门进去，否则你就出去。这个电梯是电梯，快速电梯。How many seconds we can go from here to there? Less than 1 minute, I think.不到一分钟就可以走100米以下。So which flow you like to? 好，这是钱老师待会儿要去坐那个电梯，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点信号中断，然后下面钱老师应该会带我们去那个，因为我们地下有一个隧道嘛，隧道我们中间其实有两个隧道，中间用一个 S 的一个就是连接起来这两个大的隧道，其中一个隧道的话是我们的电子学间，就是放一些我们前端的探测器前端的一些电子学电路板啊什么的，对。然后另一半的话就是我们实在的就是真正的探测器所在的一个隧道。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带我们大家到那个探测器所在的隧道去看看，可能对，要看今天有没有带测试取数啊什么的，对。然后，这就是 control room 是吧？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个 control room， 对，因为上一次我们是在 control room 做，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车间里面，对 control room。我说那个钱老师是不是要去 control room 呢？钱老师不是，钱老师他是要下那个隧道。下隧道那个电子学间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个地方，对。他马上到100，他大概是在90米左右，对，没有，应该没有到100，对，就是90米。我们现在到负一是82米，听得见吗？啊，听得见，陈老师。我们到了负一有82米。
那个大伙 control room， control room 可以非常比较快的，因为他也没有我们最后因为现在先把其他事情其他的地方展示完，然后最后到 control room。 好的，这个是地下大厅的那个模型，有两个大厅互相平行，这个是 detector 大厅。 detector 大厅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探测器在里边，然后有探测器分成11大块，在这个筒部有五个环，每个那个端盖有3个大饼，然后大型电子对撞机，它实际上有一个大的那个大的竖井，刚才啊我在那最开始照那个大的那个1:1的大画的时候，实际上我脚底下是一个大竖井，那个地板呢，那个地板实际上可以挪来挪去的，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把地板挪走，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大窟窿，16-17米的大窟窿，然后这是这个大的竖井，所有的那11大块就从这个竖井里头一个一个的掉下来，然后但是这个竖井很大，但是不是特别大，从这个探测器的边到竖井的那个竖井的墙只有10个厘米左右，所以它这个往下掉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让它晃，否则的话它就会受伤，所以呢这个是100米的路径呢一般要走10几个小时慢慢落下来。这些呢就是大型电子对撞机的磁铁，大型电子对撞机一共有9000多根磁铁，有长有短，这是最长的一种，15米长，1米宽，1米直径，35吨重，然后它一根接起来，还有有1200根，最大的，还有600根第二大的，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小的，然后呢，这个是，it's difficult。我们刚才是从另外一个竖井，这两个竖井，这个竖井里头是一个电梯，我们刚才呢从那电梯下来，现在我们到这儿，然后将来待会儿我们就通过这个来走到这叫 service cabin，service cabin 就是说有很多计算机啊电子学的东西都在这里头，然后走到那儿，然后我们就到下面，我们今天我们没法到那边去，那边都给封死了。因为对撞机正在运行，行了 ，finish。OK。哦，我们不走那个，我们不走那个大厅，我们走。对，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刚才那个竖井那儿，你可以看到188米、82米，现在82米的顶上是我们刚才从那儿下来的，现在我们走楼梯走到上一层，走下去。哎，泽斌，你可以接着说，我们这儿走半分钟。从一个楼梯走到另外一个楼梯，现在到了负二了。对，前面应该就是我们的电子学间，我们会存放一些就是电路板啊，对，然后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那边拿。对，1 minute here， OK， 这儿是一些照的相，过去建造期间10年照的相，这个是大圈，然后那个 CERN 和 ATLAS 的那边 CMS 老远，这是这个真正的地图，就是那个相片，然后那边这个有日内瓦湖，日内瓦大湖，日内瓦城市就在那个角上，旁边在这两个之间有一日内瓦机场，4公里的跑道，然后最远最远的地方是那个欧洲最高的那个山峰，叫布朗峰，那个。对，
然后这些呢，就是在十年以前，这儿都是一片农田，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从这儿开始，钻一个100米长的，开始，造这个钻那个大地下大厅。这个地下大厅造好了以后呢，在没装探测器之前，就是一个大的竖井，然后小人都可以在这儿看。这个大厅有几十米，三十米高，什么几十米长，反正一大厅。最后呢，就把这些都一个一个的CMS 是那个你看它的筒部是有5个大环儿，最大的一个最重的一个是中间那个环儿，因为那个螺旋管磁铁是跟它连在一块儿了，2000多吨，然后其他的都慢慢这是最大的那个，实际上最大的螺旋管超导螺旋管磁铁，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拿着大粗的那个电缆一个一个给掉下来。嗯，行，我们接着往前走。这是泽斌说的那个服务大厅。这都是电子学啊，什么计算机，所以没什么太多的。现在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能走的最远的地方，不能再往任何地方走了。这个走廊呢，里头有两个门，一个门呢是通到这个通到 LC 的大型监测对撞机的隧道里边，就是那个长的27公里长隧道。这个门非常非常严格，非常有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的都没经过特殊允许都也不许走这个门，红色的，永远在那闪那个单轴子。另外一个门呢是通到探测器大厅的，那个门现在也给它关上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过去。但是在大型监测运行的时候，那个门也给关上，没有人可以。就是大型监测没运行的时候，工作人员和访问 visitors 都可以到那边参观啊工作。因为这个大厅，就是因为大型监测上机产生很多辐射，即使停止运行以后还有一些剩余辐射的话呢，所以他不让人进去。所以他就在这儿贴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图，也是1:1的图。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大型监测对撞机的隧道里边看的就是这样，然后那个磁铁都是一米粗的磁铁一根一根连起来，所以每次 visitor 到这儿来，基本上每个人都要跟他合影一下，假装我们到了这个隧道里边了，因为这个都是1:1的，所以在这儿一般visitor 都说你是自己也可以跟他照，做挺好的这样。然后呢，最后一个是这儿，你看这 how many meters between here and there? Seven meters. 像，你说这儿从这儿到那个探测器大厅有7米的距离，经过很多的那个大的。水泥块什么之类的，就中间有土啊水泥，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个4个 Tesla 的磁铁还仍然有那个很强的那个 remaining。 下面还往那边吸，磁铁很强。哦，它可以接着在那儿，所以这个看那个 visitor 下来参观都有严格的安全要求，
如果你身上带了什么注什么器，那叫 pacemaker， 就是心脏的那个起搏器啊，起搏器，或者是有你身上有点什么铁了什么之类的，骨头那些人都不能下来，因为这个磁场。Hello， 行，我还有什么事？上去了，咱们，再有一些数可以什么？大型相中的对撞机呢？这是用氢气来产生质子，氢是最简单的粒子，原子，那个元素，一个质子中间外就是电子。我们用一个小的器件呢，把这个电子给去除，就积累了电很多很多质子，然后组成一个包，然后开始走一个长的那个旅行。第一段呢是直线加速器，50-40米长，然后以后要走1、2、3、4bigger and bigger， 越来越大的一个环形。每一个阶段要走1-2个小时，然后当能量增加以后呢，最后要最后到了那个大型对撞机。小的环呢都是单方向运行，但是从倒数第二大到最大的那个呢，有的那个包呢是从一方面走，有的包是从另一方面走，两个包在大的那个什么，那个大型相的对撞机的里边有两个塑料管，两个塑料管，那个塑料管不大，只有5厘米直径，两个塑料管之间差20-30厘米，然后一个塑料管往那个引导质子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这两个所有的磁铁都连在一起，所有的塑料管也都连在一起，这两个塑料管永远平行，永远不平行不交叉，除非在4个点上，这4个点就是1、2、3、4，只有在4个点上，两个塑料管合并成一个两塑塑料开始对撞，完了围绕着这4个对撞点，我们造4个非常大的探测器 ，CMS 是其中之一。然后呢，这些数呢，那个每一个阶段速度，那个质子速度经过直线以后呢，是1/3的光速。然后就90%、99.9%，最后是99.9999999.9的光速。然后呢，这是能量也相当于什么？这些数呢是总共是26.65公里长。所有的9000根磁铁，9593根磁铁都要冷却到-271度，所以呢，这个要用几百吨的那个液氮液和液氦，所以造。使得这个大机器呢，不仅是从大小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装置，从冷却角度上呢来说呢，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冷却系统，要所有的279000根要冷却到这个程度，然后呢，每个磁铁里边不是。我们不是，它是一包磁铁，它不是一个粒子在那儿运行，而是一包粒子，每包粒子呢里头有一千亿个质子在里边，但是因为质子非常小，所以每一包仍然比这个托夫斯还小，然后呢，一共有不光是一个团在运行，而是2800个团在一个方向，另外2800个团在另外一个方向，所以等于一个质子速的火车在运行，然后呢，每个团里头有1000亿个质子，每一秒钟质子要在这个大环上绕11000圈，这些粒子。行了，我现在该回到地面上了。那请泽斌接着说。好，现在好的，那现在就钱老师要返回我们
在那个表面，然后待会儿大家可以带大家一起去那个 control room，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对，然后控制室的话，我们现在大概有三个房间吧。对，等一下可以带大家去看。然后我中间的话，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那个 CSC 探测器的值班工作。对，然后就是我们端盖那个 MUSE 探测器那块的一个值班工作。然后如果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CSC 的值班工作。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值班工作，我们的目标，哎，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到了电梯最底下的一层是97米，现在我们让它过来了。现在它到了92米，不是负二层，负二层是88米。好，对不起，泽斌，你接着说吧，我们进电梯了。好嘞好嘞好嘞。就是我们值班的主要工作的话，其实是作为一个中间床，就是处理人的这么一个关系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探测器它会有很多不同的expert，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探测器，我们需要有高压是针对我们整个 chamber 的，然后我们可以有低压是针对我们电子学的电路板的，然后会有温度方面的专家和巴拉巴拉的。对，然后我们每一个专家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果我们探测器出了问题，我们需要找到对应的专家，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反馈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以得维持我们整个探测器的一个正常运行。就是这就是我们值班的一个主要工作。对，然后OK， 我们探测器设在地下100米的话，主要是为了，就是屏蔽掉那些宇宙线里面中的一些高能粒子，因为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粒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地下会有很深的岩石层嘛，我们可以屏蔽到绝大多数带电粒子，但是绝大多数粒子，剩下一种粒子就是 MUSE， 我们之前也说了，它具有很强的穿透性。所以说在我们探测器下面实际上是可以观测到宇宙线中的 MUSE 的。然后这也是我们目前所对探测器进行调试的一种方式吧。对，我们调试的话，除了用我们实际的束流来进行调试我们的探测器，我们也可以用宇宙线中的 MUSE 来调试我们的探测器。对，然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放到地下100米深的这么一个原因。对，然后大家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钱老师好像已经上来了，可以对问一下。钱老师现在就是在那个控制室了，已经到了。对，钱老师，你能听见吗？我能听见，你讲吗？因为你熟悉控制室，我不太熟。我不常在这儿，你讲吗，泽斌？我可以，我可以，行。好，你要说什么？你说我翻译给那个 Naomi。你要怎么从哪开始？从这是 shift leader、这个、对 ，shift leader。对，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探测器，对，挥手那个就是对。然后我们值班工作的话，因为我们是需要24小时有人在这边监控我们探测器，然后我们有各个子系统，比方说我们的 DCS 或者 DAQ， 就是我们需要每个系统人都有一个 shifter， 然后我们有在这之上的话，我们有一个 shift leader， 就是管理这些人，然后就是负责我们整个 run 的一个安排啊什么的。对，然后对，还有你还要去哪儿？就 shift leader 还有别人的吗？其他都差不多吧。对，右边应该是 DCS， 对，这个是我们的DCS shifter。你得讲 DCS 是三个字是什么？DCS 就是 detector control system， 就是对我们探测器一个控制的一个系统。对，就我们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高压呀、低压，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高压、低压，然后各个探测器的开和关，对，都是通过 DCS 来进行控制的。对，
他你说他现在有三个探测那个控制室是吧？还有另外两个，我都不太知道。没有，就是这边是一个那个中心的，然后它不是两半嘛，另一半是各个子探测器的，就是 HCAL、ECAL， 对对对。然后我们对面是我们 CSC 的。啊，对，我们 RBC 是在这个角上。对对对对对，这边是其他子探测器的一个控制室，还有 HCAL。然后我们主控制室对面是我们 CSC 的另一个房间。是这个吗？对对对，那个房间是我们 CSC， 然后我平时值班的话就在这个房间值班。对。啊，这儿有一个。嗯。这是另外一个小室。但是呢，那个。Hello。对，这个的话是我们现在到的，然后这中间这两位应该是我们的那个技术人员。对，左边是王健老师，好像，对，如果他能看到，对，王健老师，你好，对，南京南京大学，王健就南京大学的，南京大学，他 CMS 准备造一个新的那个控制室，大的，把所有都弄在一起，是吧？We will have a new control room。Right, that includes everything. Right, okay. 那完了 ，Yeah, you go back. 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最大的那个厅去，最早那个。好嘞。We have signal outside. We have signal outside. We have signal outside. 我们这边可以看，现在可以看到您。现在我们出去了。本来在二楼，出去二楼，刚刚放过。现在我们是从外边来回到刚才那个建造大厅。建造大厅。差不多了，已经时间也到了吧。啊，下面就有那个 question 和那个 answer， 是不是？哦，好嘞，好。好，谢谢钱老师跟那个王同学啊。我马上回到那个最开始那个地方。现在有很多参观的人，你看不停的有人参观，这是另一个参观的。So, thank you. Thank you. We have to change. I still can use this. No? No. Okay.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back. I'm going to be back. I'm going to be back. I'm going to be back.You use that, I use this, right? So, 下面要怎么做呀？就是我问你时间吧，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大家有问题吗？这有两个问题啊，钱老师有两个问题啊，你先说吧。你先说吧。钱老师你好，能听见我吗？钱老师能听见吗？是不是我那边那个？喂，听到能听见我说话吗？人里头就我一个戴口罩，能听见。听见啊？那你说。能听见。那你说。夏老师你好。说吧。我说话你听见吗？我们能听见。我说话你听得见吗？可以听到。你说吧。等一下，可能有点延迟，对。再试试，有声音吗？喂，你说吧。你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可以听见。啊，对，这没有麦克风，就这一个。就这一个。行了，大家好，我们粗略的大概的介绍一下，时间也不长，反正能讲的都讲了。那个有什么问题吗？老师你好，那个。
超导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维持那个低温的？能具体的讲一下吧？是，哦，低温，是，我们又冷却还用讲吗？冷却要用两步，先要用液氮给它冷却到负200度，液氮非常便宜，因为空气里70%-80%都是液氮，所以他们说液氮比跟那个饮用瓶装饮用水差不多价钱，但是液氮只能到负二百度度左右，在最更底下呢要到那个负271度呢就得用液氦，液氦的问题是它非常非常贵，因为空气里的零的那个氦，所以要想得到氦呢必须得从地下跟什么石油啊天然气什么分找出来非常小的氦，所以液氦非常非常那个非常贵，所以呢我们不想浪费任何液氦，所以所有的液氦管线都得要非常严密的密封，所有的液氦的那个液氦的本身要都是叫recycle 怎么说叫循环使用，不是将来用完了以后又都送回到那个冷却公司所以呢整个这个大新疆的这装机要用到多少呢？要用到1130吨的液氦，还有更多的液氮反正是这么一个量。所以呢，每次我大新疆的这装机如果要那个冷却，从零冷却过程还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从室温到负271度要慢慢冷。几个礼拜或者是一两个月，你要太快了的话，它就 something wrong 就也出毛病，将来回升的时候，等要全面检修的时候，就整个大新疆这辆机要回到室温的时候，也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同时呢，所有的液氦液氮都要装车运回到，所以每次冷却或者是那个回声都可以在大街上看了一个非常壮观的车队，大卡车车队送几十辆车运载着液氮液氦到斯尔，然后再从斯尔再运回去，这是大新疆对撞机对这个CMS 的这个冷却呢也类似，也要经过两级液氮液氦，但是用的量不如像大新疆的装机那么大，没有，因为它只有一个器件，而大新疆的就是9000根磁铁都要冷却到那儿，所以它要就用很好的那个绝缘，不能让它那个中间那个又升温，反正是要冷却绝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不知道说清楚了吗？清楚了，谢谢老师。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既然那个超导需要比较低的温度，然后同时它又需要使用一些半导体的探测器或者是闪烁晶体，那这个低温会不会对半导体探测器和闪烁晶体的性能产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哦，它不，我想不会，因为这个它那个绝缘那个就是热绝缘它也是从你冷的地方到其他探测器之间它都有几层一热绝缘，我估计然后呢有几层热绝缘，然后呢那个它不会最后反正是我也因为除了那个大的那个那个超导磁铁是冷超导磁铁以外呢都是室温，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有可能有几层的热绝缘的那个材料，反正保证其他地方有的各个部件要用运行在不同的温度，有的探测器运行到零度或者是多少度，你们那是多少度你们那个运行工那个温度是多少？你们 CSC 就是室温，室温就
27度到40度。啊，那个像顶级探测器大概是10度左右吧，反正是不同的探测器要不同的温度，所以呢，他们这个热绝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它在各个部件之间，它要经过严格的热绝缘，然后控制在不同的温度里下边。嗯，好，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问题吗？线上有同学有个问题，这个杨宇豪的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对，这个关于这个，有一线上有一同学问这个对撞机聚成一团，请问这粒子接近光速会不会有一因素，导致弥散在整个，反正是那个粒子运行时候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让这个粒子不散开。这个9000多根磁铁有两，有很多不同的作用，这9000根。最大的一种刚才说的那个15米长的那个那个是转弯磁铁，叫做二级磁铁，是导每那个粒子经过这个15米长的这个二级磁铁，那个要方向要转0.3度，虽然基本看不见，但是因为我们有1200根这个二级磁铁，所以它0.3 0.3 1200×0.3就是360度，所以呢越二级磁铁就可以给它转一个大圈回来。第二类大的磁铁呢，叫做聚焦磁铁。聚焦磁铁是四级磁铁，那个二级磁铁是让那个粒子往一个方向转，四级磁铁是让粒子往两个方向转，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一个聚焦的作用。所以这个二级磁铁和四级磁铁是摆在互相间隔的，两个二级一个四级，两个二级一个四级，这样的话呢，粒子呢就要转弯聚焦，转弯聚焦，所以这个聚焦是一个加速器物理，那的加速器是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物理的题目要研究，跟我们这个粒子物理还有关，但是很不一样，所以你要是学，你要在某个国家要学加速器物理，那学的是另一套课程，我们学这个粒子物理呢是另外一套课程，所以这个加速器物理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怎么能把这个速流能聚焦，让它在这个里头一秒钟要粒子要在这个五个厘米直径的隧道里头要一秒钟转11000圈对，11000圈，非常快的转，而且呢，这个对撞机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圆，而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所有的磁铁都是直线直的，所以它等于到一个一个大行星的机是一个非常大的多边形，这个9000边的多边形，而且要让这个磁铁在这个。在这个粒子速在这个多边形里头转，而不碰到这个管壁，而且要每秒钟转11000圈，这么一个是非常非常那个困难的一个任务，所以呢，每次要经过很多很多努力，有时候几像这个速流。我们要开始运行的时候都不是说最一开始运行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一点从低能慢慢让它才能达到这个运行条件，最后才能对撞，一旦对撞以后它就可以连续运行24小时不停的转，一年转9到10个月，连续转几年，然后呢它又停机2-3年做大的检修啊或者升级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大行星强子对撞机的怎么一个过程，它已经经过两次的大的这个周期，现从7月5号开始第三次运行周期正式开始，现在呢都在那试运行，都在那什么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应该
应该我觉得挺清楚了哈，谢谢钱老师。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就这个可以类比于我们光学里面的这个凸透镜跟凹透镜，这个在加速器上也称为加速器光学，就是四极铁跟六极铁的作用呢，有点像凸透镜跟凹透镜的区别，它会有一系列的凸透镜、凹透镜，然后把这个束流给稳定起来。好，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好，钱老师，我们这边好像至少现场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像线上也没有问题了。哎，先生，刚才就这个问题了，哦，没了，就这一个问题，啊，就这一个问题啊，对，钱老师，要不我们一起合个影怎么样？我们就到时候把您这边屏幕放大点，然后我们站在屏幕前，然后跟您还有那个另外几个是不是参观的老师弟，就是带我们参观的老师一起合影一下呢？行，那我把他叫来啊。哦，好嘞，好，谁帮我们站在这边可以看我来。这个怎么什么？They want to make a photo with us. 你们来可以吧？张老师，你不要把他们挡。这是主要负责人，Zoltan， 主要的技术负责人。这样能看到这边？这啥？看不到。Can you see us？ 我们先爬一下。OK， 我有别的。Take a photo first。先讲名就行了，不要把他们挡住。好。对，那个门站两边。是站两边吗？站两边吗？能拍得起来吗？我们那个上面帮他看不到。这边能。往过来，是啊，那边多站点的。这边可以多过来几个，对，这边多来几个。我来，你往这边点，我站在多过来。对，注意一下。我们只看到四个人，你们。啊，没关系，一会儿拍照片吧，因为摄像头角度比较小，我们照片可以都拍进来，都可以拍进来吧？对，可以拍进来。好的。好。三，哦。Say Higgs。再来一遍，要不来个信号啊？那个，可以了吗？开了吗？开了。你们要 Higgs 吗？一二三，开了吧？对，一二三 ，Higgs。一、二、三 ，Higgs。OK， 好 ，OK，OK，we finished。All right， thank you。拜拜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uch， thank you。不对，这个摄像头没有，谢谢钱老师，谢谢那个王同学。